我是星穹列车长秋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1.5 版本的六大优化改动，三连关注，秋秋加速。新增访客登记簿功能， 1.5 版本更新后，我们可以在访客登记簿查看到角色来访的记录、留言以及列车上无法邂逅的已离开的访客。好耶！新增角色语音， 1.5 新增了角色的部分语音，包含特定角色进入编队、角色进阶、激活星魂以及开启不同稀有度的战利品时可触发的语音。后续官方也将持续丰富各类角色语音、任务追踪系统优化。追踪任务后，可以在自动跳转的导航页面中点击前往，传送至距离任务目标最近的界域定锚。太好了，像秋秋这样缺少方向感的路痴玩家，必须大大点个赞。消耗品功能优化，模拟宇宙的常规世界中也可以使用消耗品了。功能需要在技能树中解锁，同时新增自动使用消耗品的功能，在背包消耗品中开启部分增益类消耗品的自动使用状态，开启后会在战斗开始时自动使用消耗品直至数量用尽。忘却之庭优化， 1.5 版本将上线编队记忆功能，挑战同一关卡时不用重新编辑队伍了，同时战斗中选择重新挑战时将回到进入战斗前的节点，消耗的秘技点也将返还，可以重现释放秘技再次进入战斗。不错不错，以后重开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了，对于喜欢凹零 T 的玩家也是重大利好。无名虚拟优化，大月卡奖励大升级，将会增加51级至70级的奖励，每级将新增10000信用点加20个遗弃残骸，原本50级解锁的680星穹将会在解锁大月卡时立即获得。50级的奖励还将会新增自述陈纸。关于 1.5 版本的优化改动，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最喜欢哪个功能？也欢迎大家在弹幕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看法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希望大家能给秋秋一个免费的三连，谢谢大家。